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三段。那么什么样的家长青春期的孩子才尊敬呢？咱们来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看评论。The adolescent, with his passion for sincerity, always respects a parent who admits that he's wrong or ignorant, or even that he has been unfair or unjust. The adolescent, 这是指青春期的孩子们。注意单数前面加定词的，这里不是特指，而是类指，就是表示一类人了。我们说表示一类人或事物或动物，单数前面加定词的，相当于复数名词，效果是一样的。这不是特指，因为前面没有说什么汤姆啊、杰瑞啊这样的啊，当然这像猫和老鼠了，对不对？汤姆这样的男孩子嘛，他没有出现某个人嘛，所以这不可能特指啊，泛指啊。但是你形式上是单数，后面统一起来也用单数啊。因为他热爱真诚，这个 passion 在这儿是表示这个热爱诚挚的爱。那么因为他热爱真诚，这个 with 在这儿是引导原因状语的， with 不见得表示伴随，它就表示因为啊。因为他们热爱真诚，对吧？然后孩子们总是会呢尊敬回这么一个家长，这个白颜色是句子主干结构了。什么家长呢？ who 开始到句末，这明显是定语从句修饰这个 parent。 他承认什么呢？ admit 后面跟两个宾语从句嵌套在定语从句内部，一个 that 引导，两个 that 引导都是 admit 宾语。第一个是他承认他是错了，或者承认他不知道无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或者怎么样呢？或者甚至还承认什么呢？他承认他对孩子曾经这个不公平，或者做错了不公正，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这样的父母亲不但孩子不会鄙视你，反而孩子青春期的孩子会更加尊敬你。对于这个孩子们，关键词要真诚。这里面首先注意这个 with 啊， with 在这翻译成因为或由于，而不是随着啊。比如说 he was dying with hunger， 他因为饥饿而死掉了。这个 with 在这是引导原因状语的，它有这个含义啊。因为他们热爱真诚 ，passion 后面介词加 for， 老师多次说过，热情、爱情、怜悯，一般后面介词都加 for， 表示感情的词后面加 for。那么总是会尊敬父母亲，承认自己错了，或者无知，或者甚至承认自己不公平不公正。那么作者等于教给父母亲如何与青春期孩子去相处呢？关键词是真诚，就是 the keyword to have closer relations with adolescent children is sincerity， 与青春期孩子就保持更紧密关系的关键词是真诚，就不能装叉，是吧？必须真诚。那么第二句话说了，那孩子们不能原谅的是什么呢？那就不真诚呗。看第二句话说了， What the child cannot forgive is the parent's refusal to admit these charges if the child knows them to be true。 这个前面 what 引导的黄颜色的 forgive 结束，但是主语从句了。这个孩子不能够原谅的是，这个 the child 就是前面那个 the adolescent 青春期的孩子们，对，不能原谅的是什么呢？是父母亲不愿意承认这些指责。在英语中用的是父母亲对于这些指责的不愿意承认的否认 refusal。 中文中可以把名词当动词翻译，就是父母亲拒绝承认这些指责。在英语中 to admit these charges 后置定语修饰 refusal， refusal 拒绝，对什么什么的拒绝，对这些指责的否认的拒绝承认啊。这个 charge 在这是指责，就是批评了，说父母亲不公平不公正，你错了，你无知，就是上一句话，就那些父母亲那些做错的事情。如果孩子知道这些指责是正确的话， If the child knows them to be true， know somebody 或 something 和我们加动词不定式固定搭配，知道某人某物如何。这个里边呢有一个词还得注意，前面没什么说的比较简单，后面这个 know 还得注意呢。 know somebody 或 something 和我们加动词不定式，知道某人某事如何，这固定搭配。很多人还不会这搭配呢，就把句子写复杂了，他写成 If the child knows that they are true， 很容易这么写吧。如果孩子知道他们是正确的， If the child knows they are true， they 就是 charges 嘛，那些指责嘛，这个是正确的啊。我知道他非常诚实，同学一写好不容易很容易写成 I know that he is honest， 但是你看我们用简单句就好了， I know him to be very honest， 就不用说 I know thatHe is very honest， 不用复合句了，用简单句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记住搭配往往使句子显得更地道，而且简洁得多，而不至于非用这个复合句了。第三段结束，
明知自己错了还拒不承认，这是很专制的家长了。作者在下面第四段举了个例子，他说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母亲就是这样。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Victorian parents believe that they kept their dignity by retreating behind an unreasoning authoritarian attitude. In fact, they did nothing of the kind, but the children were then too cowed to let them know how they really felt. 这个句子是分号分开的两个并列结构的句子。第一个并列句主干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母亲相信，维多利亚时期就英国女王 Victoria Queen Victoria 当政的时候，大概是1880几年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时候啊，他们认为什么呢？那从句一直到分号结束，这是宾语从句了。那认为他们维护了保持了自己尊严，然后这个呢画横线的部分带下划线的部分 by， 这是在宾语从句里面的方式状语了。通过倒退到一个蛮不讲理的专制的态度之后，就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了。但作者说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这种事儿。Did nothing of the kind, do nothing of the kind, 固定搭配就根本没有做这个事儿啊。做哪个事儿呢？就维护尊严，他根本没有维护尊严嘛，对吧？而是注意这个 but， 不要翻成但是，为什么呢？前面有否定词 nothing， 跟否定词并列的 but 得翻成而是，因为 nothing 相当 not anything， not but 是不是而是嘛。而是孩子们在那个时候被恐吓被吓得不敢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父母亲了 ,parents 嘛，不敢让他们知道后面加宾语从句他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被吓回去了怕挨揍，实际上内心中是鄙视父母亲，尽管表面上是顺从的。这是纳智的文法结构。我们先看这个保持尊严叫 keep one's dignity。有的时候这个 keep 可以替换，你像 maintain one's dignity, retain one's dignity 都行， retain 比较正式一些，保持这个尊严，维持尊严。还有呢丧失尊严 lose one's dignity 可以，毁掉了某人的尊严，摧毁了尊严destroy one's dignity， 这都属于比较固定的一些搭配。这个甚至剥夺了某人的尊严，剥夺咱们讲过可以用 rob， 甚至用 strip， 脱衣服这个词， rob somebody of dignity 或 strip somebody of dignity， 剥夺了某人的尊严，这个属于固定搭配，可以顺便记住。那维多利亚时期父母亲认为呢，他们保持了尊严 by 是一个方式状语了，通过 retreat 是倒退了，后退了，倒退到一个unreasoning 就蛮不讲理的，不讲理的 authoritarian 就是专制的这个态度后面，这个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维护自己尊严，维护面子。这种就可以叫家长制了，家长制或者父权制，咱们有一个专业的词叫做，我们大声读一下 patriarchy， patriarchy 大家还记得吧，很熟悉，咱们以前讲过 patr 这个词头表示爸爸， archy 表示弱统治，爸爸统治叫家长制或者父权制，就爸爸说了算，那儿子不能反对爸爸，爸爸错了儿子也听爸爸的，就不讲理嘛，蛮不讲理的。其实 in fact they did nothing of the kind，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做到这个事儿，就是根本没有能维护自己面子， do nothing of the kind， 根本没做这种事，固定搭配 say nothing of the kind， 根本没说这种话，这是固定搭配。本文中就是用了第一个搭配，我们再看一些例子。I can assure you I did nothing of the kind. 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根本没做这个事儿。再比如说 I never said anything of the kind. 我绝对没有说过这种话。这个把 nothing 拆成了 never anything， 语气更重了，但意思一样，也是表示根本，我绝对，语气更重，没有说过这种话。本文中用的固定搭配，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这个事儿。哪个事儿？就是保持尊严。如果他们这个很直白的说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保持尊严，那表达就重复，前面出现个 keep one's dignity 了，再说一遍就重了吗？根本没做这个事儿，你看避免了表达的重复。咱们会这搭配之后我们也可以避免重复，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维护自己面子。 but 翻译成而是，注意 but 前面有否定词，不翻译成但是，翻译成而是，不见得是 not， 只要是否定词都行，像 nothing 等于 not anything， 它藏着这个藏着一个 not。这类似的，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第九课，就是53页的第13行，53页13行。But Alfred had deduced that the Danes were no longer fit for prolonged battle, and that their commissariat had no organization, but depended on irregular raids. 还记得这个吗？这个 but 也得翻译成而是。但是阿尔弗雷德推断是出，丹麦人已经不适合持久战了，
并且推断出什么呢？他们的军粮供应没有任何组织，而只能依赖于不规则的抢劫。这个 no 也是否定词，它相当于 not any， 藏着一个 not， 跟后面 but 搭配 not but 不是而是，反正而是而不要反正但是，这个并不是转折，而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而是父母亲的这个 孩子们被 chaos 恐吓胁迫了，被吓得不敢让父母亲知道他们自己内心这个最深处的想法了。对，父母亲无知或者父母亲错了，你就承认吧，你蛮不讲理，孩子们反而到这个比较鄙视你了。就比如说小孩子在学校听说有相对论这么个事儿，回家之后就问了爸爸爸爸，他觉得崇拜爸爸，什么都知道，什么是相对论呢？哎，你说爸爸才小学毕业，他也不知道。那你跟儿子说嘛，孩子爸爸不知道，但爸爸有个朋友是大学教授，爸爸打电话给你问一问，这孩子多高兴嘛，父子关系融洽。结果这个爸爸呢蛮不讲理，哎，他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知道，还有恐吓孩子，哎，别问了啊，再问弄死你，哎，你这种父母亲，那孩子当时就不敢问了，但是在内心中并不是尊敬父母亲，而是更加鄙视他了，没有维护自己尊严。再看这个第四段第二句话，看屏幕。Today, we tend to go to the other extreme, but on the whole, this is a healthier attitude, both for the child and for the parents. Today, 做时间状语当今啊，我们倾向于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叫另外一个极端呢？维多利亚时期，父母亲就100年前，他们是不许孩子表达。现在呢，我们让孩子多跟父母交流，孩子却不理我们了，这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But,转折连词引出变的句 ，on the whole 固定搭配，大体来说，总的来看，这固定搭配咱们一会儿会说啊，这是一个更为健康的态度，比维多利亚时期总要好一些了。那、这个后面是状语，这个对孩子和父母亲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更为健康的这么一个态度。这里面有一个词注意，就是 on the whole， 叫大体来说，总的来看，咱们可以把它换成 by the large， 有的时候用 generally， 就总的来看，大体来说，这个可以替换。但大体来看，这对父母亲和孩子双方都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后面最后一句看看语法成分分析。最后说 It is always wiser and safer to face up to reality, however painful it may be at a moment. 这个逗号前是句的主句，逗号之后 however 是让步状语从句。无论有多么的痛苦，面对现实总是更为明智更为稳妥的。这个 it 是形式主语，什么是更明智更稳妥呢？真正主义是 to face up to reality。 face up to 在上面刚刚讲过，是面对一个棘手问题，面对现实更明智更稳妥。而无论这个 it 指什么呢？就是 to face up to reality 呗，面对现实呗。无论面对现实时可能会有多么的痛苦，但面对现实毕竟更明智更稳妥一些。好，34课也是咱们第四册中一个重要的文章，希望大家把老师讲的内容仔细复习，细致入微的把里面的营养成分完全榨干，吸收到自己的英语的血液里面去，这真正把这个英语掌握好了。浮皮潦草走马观花看一遍之后，就像狗熊掰棒子，掰了一个棒子之后拿新的旧的都扔了。希望大家多次收看，把固定搭配句型知识点领会，搭配句型记住。好，34课重点文章跟老师看到这儿，谢谢同学们。